Dip， 我想問一下啦，即係今次如果再開 show 啦，有咩感受咧？今次開 show 係滿滿嘅温暖同支持啦，因為自己係冇諗過我嘅新聞出咗之後會即係會咁大嘅迴響，即係無論係網民啦，無論係我自己身邊嘅朋友，咁今次揾我搞呢一個 show 嘅人，其實本身都係我嘅朋友，咁所以好多謝即係佢哋咁錫我咯，因為我自己係冇諗過會發展到呢個地步嘅，咁所以好開心。會唔會覺得有一種即係叫點啊？苦盡甘來啊！苦盡甘來又冇喎，因為我去做地盤係真係出糧嗰刻，我已經覺得苦盡甘來㗎啦。我都係為咗錢嘅，咁而即係發展到而家呢一個地步係我自己真係始料不及嘅，咁覺得神對我太好啦。會唔會驚有啲花生友咧？你都知㗎啦，上網話喂做地盤原來係一個招來啊，揾啲主辦方睇到你，跟住幫你開 show 咁樣啊，其實。有嗰啲即係如果對我係真做定假做有質疑嘅朋友，我招呼唔到佢哋。你哋中意點諗都得，中意點講都可以。即係我覺得一個公眾人物又好，一個藝人又好，即係最緊要觀眾睇你嘅時候開心。即係無論佢係食花生又好，佢係聽我嘅歌又好，咁睇得開心啊 OK。嗱，咁但係今次開 show 啦，咁多年冇開啦，有冇啲即係其實儲咗？幾年的一些 idea 要擺落去㗎啦，今次個 show 一定要㗎啦，加啲咩落去啦？今次我覺得反而係唔好加太多嘅嘢，將原本嘅歌嘅編曲完完整整咁擺翻喺觀眾嘅面前同埋耳仔裏邊，因為我唔係一個近年嚟開 show 開得比較密嘅歌手，咁我都好想，而我嘅歌我透過即係留言裏面得知係好多人讀書啊、考試啊，甚至乎失戀啊嘅一啲回憶，咁所以想將嗰啲回憶現場再融化佢哋一次。會唔會想霸住個台，即係唔揾嘉賓㗎啦？呢個 show 應該都。因為咁多年冇開啊嘛，唔使嘅。如果要霸住個台咧，將啲嘉賓擺喺暖場都得嘅。係啊，咁我自己都好想有一啲有一個學生，我都想帶到佢去上台嘅，因為嚟緊都會想即係我而家都其中一份工係自己嘅經理人啦。雖然都做得幾差嘅，又遲到又遲覆嘢又剩，咁但係希望都會可以揾到一個空間去幫一啲。自己認為有心的年輕人可以開拓到有自己的舞台，有自己的音樂事業。阿仔會唔會都係一個嘉賓之一咧？阿仔會啊，但佢唔係上台嘅嘉賓，佢係嚟現場睇嘅嘉賓。因為阿仔都，我同阿仔去過今次嘅表演場地，又影過相啊，又喺側邊酒店度一齊玩啊咁。咁所以我哋都好多回憶喺嗰度嘅，咁一定要帶埋佢嚟。驚唔驚？即係搞住你分心啊！你都知㗎咧，見到佢忍唔住咧，有聲冷淡先行下先，即係嗰啲 preparation 搞唔掂啊，會唔會咗？搞唔掂㗎！如果個仔喺度係會分心，一定會分心啊！即係你見佢喊，佢要嘢，佢要抱你唱歌先定抱佢先啦咁，會嘅。但係我抱住佢唱啦，唯有。喂，咁而家即係可能做咗工程多咗，會唔會對舞台設計多咗 idea 咧？即係話，喂，應該可以加啲咩喎？即係嗰啲咧，多咗啲專業意見喎。做咗工程之後，會對舞台嘅要求低咗，因為會個焦點係會體諒咗一班工友，係唔好搞咁多嘢啦，佢哋辛苦啊咁。所以會用一個唔同嘅角度去睇咯，反而咁所以但係對搭舞台呢一個都會係我嚟緊會想發展嘅一個新嘅事業，咁啊仲喺度努力學緊同埋籌備緊。幾多場啊？今次會唔會夠喉咧？今次暫時一場，如果唔夠喉，希望多啲人嚟買飛咯，買到我哋其實主辦方如果見到反應好好。可以轉場地噶，但係反應好先咯。即係當然，即係我哋都有人嚟睇，我哋都唔介意嘅。咁所以希望可以做好啲個宣傳，希望可以好好配合，俾更加多中意我嘅人知道我開 show， 咁可以大家嚟睇。嗱，我記得之前上一次 show 咧，好似話有啲朋友咧託你買飛之後咧，又唔找數喎。我記得好似有個咁嘅新聞嘅。係啊。嗰啲 friend 係咪已經今次唔幫你訂啦？
今次都會幫大家訂嘅，因為都好想從唔同嘅渠道去滿足到，即係希望今次呢個 show 係主辦方啦、我啦、嚟睇嘅人啦、揾我買飛嘅人，即係希望每一個接觸呢個 show 嘅人都係開心收場。咁但係會立翻清楚啲條款同例子，幾熟嘅朋友幾多號之前唔過數唔 confirm 就當冇。咁即係希望，因為過往就冇呢件事嘛，大家都識得我咁。係啦，自己 friend 就好多時都會比較啊，唔想咁多規矩咁去限住佢哋，咁但係都冇辦法啦。啊，最後問到咧，即係有啲網友啊，就將你同阿 Stephen 比較，即係話叫佢學下你點樣做翻我爸爸，有冇睇到啊？我覺得作為張智霖嘅兄弟，大部分人俾佢呃過嘅嘢，我都俾佢呃過㗎啦。咁但係。我只能夠講，做朋友真正能夠支持到佢嘅行動就係、各位傳媒原諒我都唔會再攞佢嚟講，係啦。咁我只係想為佢嘅家庭、佢自己內在嘅成長留一個空間。無暇抱怨，無暇悼念，日子兵荒馬亂。昨日失眠，亦別要揀這三數天。為何你會前來道別？是否一種考驗？昨日再講，但願你當作行善，別叫我工作裡顯出我弱點。同僚問起。我干妈这么黑面。如果想听埋落去，要24号 Aqua 靓健。是我做错，是我做错，是我做错，你要什么？终费用昂贵在所不计，只想洗去旧过失，累积一火贵。恨也恨过，闹也闹过，罚也罚过，为了什么？我纵是无法被你抱住。都起碼讓我聽住啲細，想聽埋下半節，2月24号約定你Aqua靚健。好，你我覺得你似嚟開工多過似嚟談嘢，你呢副咁樣嘅架撐。我平時開工啲嘢嚟嘅。呢邊呢針呢碌嘢會唔會阻？呢兩碌嘢會唔會阻？睇一睇。
咁樣會唔會甩咗佢？咁咪睇一睇。阿同事早晨。哦，精神嘅。阿 Bear 都會跟我哋過去嗰邊一陣影啊，影到幾張。好啊，好啊，好啊。咁你到時就俾佢啦。好。係啊，咁其他就。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记得按个钟仔啊。